一次我煮给他们啊，别的东西没有往我的先往，吃到不够啊。这个是我学我妈妈的手艺来的。我的妈妈，她的家里全部都是我学，我一个人学罢了。我其他的妹妹她们没有学，我感激我的妈妈，没有她我也不会。她很伟大。如果你缺少一个料两个料就不好吃，要全部都有啦。我是跟阿妈学的，我的阿妈的家里，她是从沙龙的容易来的。所以如果长辈有兴趣，我每一年都来了，教他了。如果你们有兴趣，我很喜欢传给你们呐、啊。我一个人做啊，要如果我早上11点 start 啦，差不多要4-5点，材料不是辣椒咯，红辣椒，还有那个干辣椒，还有那个 bergamot、lemon grass， 还有那个黄姜、南姜、balsam， 红啊，那个我们叫红花，长长的，人家吃辣沙饭的红花。还有蚕头羹，还有放多一点啊，最要紧是放多一点，选它漂亮咯。好像长辈讲咯，选女朋友选你就漂亮，那你可乱乱选了哦。那个辣椒你大概要放在那个盆里面啊，你放鱼咯，放鱼，放三蛋，放一点水。不，一点盐，搅，我搅搅，你不要搅来搅去，你一直要这样，右手就右手，左手就左手，因为它不会融哦，它会出水哦，你这样搅，啊，这个那个叶啊，一定要放，切又，我知道那个泰国柑的叶啊，啊，刚才你放进去搅了，没有切的啊，你要切又啦，不要放太多，放几片下去给它搅，搅到了。你试试啊，可以的。你去拿起来了，放那个，我是不会包啦。我拿那个盘啊，这样给它 steam 不了，容易。还是我懒惰啦，我是啊，我不是这样放在盘啊，下面放那个香蕉叶，还放这个叶啊，龙虾肉放下去，然后那个搅好的那个放在上面去 steam 就可以。上面又放这个欧达的叶。要上面一次，下面一次，两次，啊，这个啊，这块。